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室。今天我们继续研究死活，观之谱中的死活。下边我们看棋盘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棋形，这个形状呢，各种教科书上的都有。如果大家做过一些死活，就经常能看到。那观之谱中呢，也是有这个题。那这个题呢，要点呢很好找，因为你不管无论你走什么的话。给黑棋一打，这棋就活了。你点它打，你爬给它提，这样是进活。所以要点呢是比较好找的，就是要走这一步。那么有的时候这种棋呢也有搬，但现在这个情况下不合适，因为搬它打，你再冲，但是它有拐。现在你再搬，太利，这样是进活，黑棋进活了。加利打提，你扑他打。这是打结活，这是打结活，这是搬这一步。但白棋呢要设法呢进杀黑棋，那第一步就要冲。黑棋拐，那下一步是关键，不能搬。你搬的话它一立点不进来，你点它挡，你如果接它接，金鸡独立。现在白棋死的是个直四，那直四呢黑棋就活了，白棋死了黑棋就活了，所以这步不能搬。那不能搬的话就两种杀法，一种是单加，这个见得更多一些。单加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打它度过了，一提一接这个局部单加，它还得先搬一下，下步要打你接它度，这明显是死棋。你打也一样度过，提他就接住，这也是死的，还不能单度过。单度过一立一打也死了。那么加他如果立下来，那白棋就有冲。你如果度过他扑，你现在提掉再扑，提了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。现在呢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个黑子是死的，他不能提，提了呢他不能提，提了呢你从后边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。也不能打这个，打这个你一提呢都连通了，所以这样才是死的。加他立你冲，也不能接，哎，接你度过了，他不能度，度你一扑他死了，也不能立，立你一收气他是死的，这两气对三气他度不过，度过你还是扑，提着再扑，这是个倒扑，他是死的。所以这棋一加呢，他一看什么招也没有，这棋就死了，就加。还可以先冲，如果先冲有点先冲它有利，先冲它有利，这个再加再搬，这都是死的，因为它打你打，它接是死的。它这棋的利，你现在不挡这个单利也不行，利你接挡打，这也是死的。所以先冲也可以，先冲它只有挡，那立的话你有搬，它立你接，它度过一打是死的，所以它挡，挡的话再加也是一样的，它立下来你一扑都是死的。它不能吃这个，它吃你度过打提了一点是死的，反正这第一步冲看着就行，它拐单加也好，冲完了加也好，它都是死的，所以这个题呢是比较简单的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边这个题。现在白棋呢想杀黑棋，
但是呢有些问题，这个棋呢杀不掉。这是原题。如果说这儿有一个子的才能杀掉，但原图没，原题上没有，这一带没子。我们先看如果这儿摆一个的情况，这儿摆现在呢黑棋，白棋要杀黑棋，这一带是要点，因为呢你破这只眼，它就可以做这只，这只眼有了，你现在得掐这只眼，你掐这只眼，它做这只眼，这一只眼，这一只眼，它就活了。所以你尖这个，它贴这个也活了，因为你挤它团，你挤它接，你挤它接，它是活的。所以从外围，从外围走呢是不行的，你尖这个，它做这个也活了。这一只眼已经有了，你走什么它团住，这只眼，这只眼，这两只眼是有的，你挤这个它贴这个，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只眼有了，黑棋这只眼有了之后呢，下步团这就活了，你必须破这个，你破这个它一贴，这还有只眼，这样两只眼就活了。所以走外围显然是不行的。然后呢从这一带走，它这就有步尖，这只眼现在呢这只眼有了，你点也没用，你点它就接，这只眼是在的。你要破眼呢必须点这个眼，点它挡，你爬它退，爬不回去，你爬它再挤，你挡它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。所以走外围是不能考虑，这就要从里边走，现在点这个看他走什么，这不是要点。接下来看黑棋怎么办，黑棋现在呢走这步就有问题了，因为现在走这步呢你可以断它，下步呢这儿能吃两个，他必须补，他打这个就是你可以打，点还是不行，这时候就可以吃，他提这儿一只眼，这儿要做，这儿要做，那么下一步呢白棋是关键，白棋扑，扑这步是妙手，如果提了比一长，这棋进死了，因为这儿有个吃，黑棋呢做上边这个呢，这儿有一个打，这是个先手长，先手一长呢把这只眼破掉，所以它不能提，不能提也不能接，接的话一冲这块不活，所以呢他就只有打，这是打结活。所以你点呢他虎这个，那他不虎这个，这儿呢始终有个断，那他就团住，团住之后有两个下，他下步呢就可以做这个，这有只眼，然后这一尖呢这有只眼，比如你要是破这只眼，那他就尖，你这只眼破不掉，你点他挡，白棋还是爬不回去，你爬它退还是爬不回去，所以这样就活了。所以白棋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有不妙手，走这步扑一个，扑俩，他提，提一般不是什么坏棋，先提了，但是提完之后他继续扑，这步是要点，下步让看黑棋怎么办，因为黑棋不能脱先，黑棋走什么的话一恰的这样死了，他也不能虎，虎住的话他底下打，这成打结了，因为他只有打这个还原了，不能接，不能提，不能接，打这个是打结，那这样的就没办法了，这样就只有虎了，打虎打，那这个是正结，这样打结。那实战中我们看看呢，原来的这个观子谱的图呢，这招其实没有的，我们来看这招没有，那就还是这样下，点扑提，再扑的时候呢，但这个情况黑棋有个接，现在白棋破这个，那黑棋就有靠，这棋是活的，
因为你拐它立，这只眼你扳挡几阶，所以这只眼是有的，不能走。那你如果扳这个，如果黑棋挡，那有不加，这样还可以，这样它死了，长扳。现在你不能团，团给他一打就死了，也不能打这个，打这个他挖打也是死的。那你如果吃这个也不行，吃这个他先长，记得一定要先长，他不能提，提着你一恰是死棋，他这个团，那团的话你一爬他提你提，打而还一也是死的。这是死棋，因为他吃的话你补住，提的能接，这不是眼。所以扳他如果打，你一加就死了，但是他不打他就是活的，不用打他可以爬，你扳住团住立都活了。比如说团住，你点他挡，你扳是没用的，扳他可以从这儿打，也可以脱先，你连不回去，你打他一打都不能扳了，他先手活了。所以爬完了团立这都是活的。如果这儿有一个那就死了，他就不能接了，接了你破这个眼，他如果再靠你再扳，他现在不能团了，现在团你可以尖，他挡住的话你爬，那这样就死了。当然直接爬也死了，吃就接，挤就扳，这是个不入气，他也是死的。所以原题呢，一点黑棋团，一扑一接，那黑棋是净活，所以从死活的角度呢，白棋这地方少些子，比如说这儿就有一个，那就可以了，拖一团，那一扑提，那再扑，那就只有坐，那一打一打打结活。如果有子，打结活是正解，按照原题那这棋就是净活。你从死活的角度说来，应该考虑在这一带有一个子往里点，这是个打结活。观子谱里边呢，这一类的题呢还是很多的，就是呢和外边呢有的时候呢能冲出去，外边能冲出去。那比如呢我们来看上边这个题，也是跟这个结果呢是类似的，类似。来看这几个黑棋，黑棋呢这只眼已经有了，那么白棋呢这儿有只眼，这儿有一只眼，白棋破上边它可以飞，这只眼是有的，虎也活了，它也不能点，点挡爬长，这是活的，但这样损目，不如单飞，单飞是正解，哎，这棋就活了。所以黑棋呢要想破眼，白棋要想杀黑棋呢，必须这儿还是要，这是要点，扑一个，扑是先手，因为下步要打这个，还是不能虎，虎又打，你要一接跟刚才类似，这棋就死了，跟刚才的类似。当然提不行了，提了给他一飞，那这儿就有恰了，这儿有恰，这儿有挖，这样黑棋就死了。所以扑的时候，他就得虎，你一打一打，这是观子谱里边的正解，这块是打结活。但是呢这棋也是要注意外边，如果这边都没有，实际上原题也是没有，这半边是没有的，这半边没有，那他这步还是有接，你现在只能走，那他一跳，你这边没有的话，这类题是吃不掉的，你冲他就接，你扳他就挤，你还得扳他杀他，爬也好扳也好，他就打了，破眼他往外加，
接它提出来。这个提呢也是吃不掉的，如果这边子都没有，这棋是吃不掉的，你跳它就爬，反正你退它就跳，这棋吃不掉，没没子是吃不掉的，爬也行，爬完了夹直接跳都是吃不掉的，因为你冲它挡，你再跳它再爬，你再长再跳挡力挡力，那这就一只眼，还不说白头有很多冲的毛病。所以说从死活的角度说来呢，现在的死活呢一般呢都给白棋子呢摆的比较多，那就是比如这样的棋呢，这儿摆一个这儿摆一个，那都是可以的。那过去棋如果没有这个子，它很多时候呢是可以跑出来的。如果这样的棋这儿有一个子，那这棋呢就比较容易了。那白棋一扑，那黑棋现在呢就想不出好办法了，不能虎，不能接了，因为呢接了给他一挖再跳一冲一扳，这样就出不来了，所以一扑他就只有虎了，虎了一打，这是个题，这是个大结活。看着这步扑跟刚才前面那个呢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研究死活。下边我们看棋盘，先来看这个棋形，很大，黑棋很大，那白棋呢就想在里边呢出一些棋，但是气很紧。常见的第一步有冲，它如果断那倒好办，这儿呢一打还有个接不归，但是呢它可以吃，它有吃，你只有提提着它一度过活了，然后你冲呢它还有夹，接它挡，这个太大了，怎么看呢也是活棋，这是活棋，所以这步冲不行，那就考虑尖，这步很容易看着，你下步要挤过团，搬，准备搬过，他如果打那冲，他断你打，这是个接不归，他不能接了，接你继续打，他接这个你继续打，这个打这个都可以，提着再打，有这个先手打呢黑棋是活不了的啊，这样黑棋不行，你搬这个，但是呢你搬这个的时候呢就要看它还有这步顶，你现在不能度过，你度过的话它打，你只有打这个了，这棋是打结活，因为你不能接，你如果接它提了，它打是先手，那么现在呢要想杀呢就杀不掉黑棋了，黑棋呢这儿有个打，现在是进火，因为你点这个是没用的，点它就接住，你反正你得恰这个，你恰这个它打先手一打，这儿要提这儿要做，这棋黑棋就活了，进火，所以黑棋打的时候那白棋只有打这个，黑棋打的时候白棋只有打这个，这个是打结活，打这个跳这个这都是打结活，这样是打结活，长长还不行，长给它靠住跳，这像是打结活，团就接虎就接，反正一直呢始终打的这个劫，但这样的白棋呢损失比较大，死了呢里头送的太多，
所以顶的时候呢，它不能渡，它搬，它来搬这个，那黑棋挡下去或者搬，你现在必须断了，这打没用，必须断了，断的话给它一打，接住，一挡，黑棋气长，那白棋不够气，这样白棋不行。所以第一步尖它团是不错的，然后再搬就不行了，搬不行，搬给它顶了，所以黑棋白棋呢可以冲掉这个，它断这个，这个也打掉，它接住，下一步是妙手，注意不能立，立的话它有靠，搬不过，你搬过呢给它一打吃死了，也不能搬这个，因为你搬这个他打这个后边一打也是死的，所以不能立，但是不能立他有不尖，尖是好手，现在如果立这时候再搬不能打了，一打一打是个接不归，他只有打这个，打这个提了，打三还一提回来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接住，这边没有眼，这边这只眼做不出来，做的话一点，所以这个局部是死的，这样黑棋死了。那么白棋尖，它团冲，这没有变，它断打，这不得打，打完之后尖，这时候黑棋得想办法了，看看黑棋呢有什么办法，立是不行的，因为你立这个它就收气，下步要打吃了，你不能松气了，松气给他一打吃死了，但是你紧住气也没用，紧住气他就打，长他再打，那这样都要后手死了，打完了打这边也行，这边直接一立也行，这样黑棋都是死的，所以立这个不行，刚才摆了立这个也不行，那立这个给他一扳也不行，离这边也不行，他一般不能打，打他打提了一打是个接不归，所以这两力都不行，但是黑棋呢还是有办法，黑棋这棋又不扑，扑他只有提然后再打，你就不能接了，接给他一打不能接，那他只有打这个，他一提，那这是正解，是打结火，就打这个结，那这个题的要点就是白棋要看着这步尖，先尖再冲再打再小尖，黑棋呢要看着这步扑，那是这个题的情况，那下边呢我们再来换一道题来看看，来看这边这个，这边这个题呢摆得很大，摆得很大，但其实呢跟这边是没关系的，这是观字谱的原题，跟这边没关系，就是这边，这边呢黑棋气是紧的，气松的还不行，现在气紧，气紧呢他就想白棋呢就有些手段了，这步是肯定的，先要点他挡住阻断，他如果阻断下步呢这步冲，这是要点，这步一冲断不了，这个形状呢在各种地方能见着，这样一冲呢白棋就联络了，这个字跟这个字呢是联络的，黑棋断不了，因为你要尖它又不挤，不能接了，接给它一吃死了，你也不能渡，渡给它一打是个双吃，也不能接这个，接这个给它一吃也渡过去了，所以这步尖不行，尖不行就没招了，你顶这个它一扳，这个打不下去，那你吃它接这一步，反正你也总也走不了，那这个字就连回去了，搬也不行，你搬的话它打，你不能吃了，你吃这个它吃这个，这四个是死的，是个倒扑，你吃这个它一体一样的，所以这样呢断不了了，挡住不行，挡给它一断，所以它就不能走这一步，点它就得顶住，
顶住这一步。顶住的时候呢，白棋搬，搬这个是巧手，先搬，他就挡住，然后再往回爬，先搬一下，再往回爬。不要单爬，单爬是不行的，因为你单爬的话它有个力。下步要做活了，一挡是活了，你白棋只有冲，白棋冲的时候黑棋一冲，啊，这是个接不归。提着他一打，这就死了。所以他点的时候一定要先搬，他只有挡吃打吃，这时候再往回爬，不要尖，有的时候能尖，现在不要尖，现在尖一冲成打结活了。所以现在爬他冲挡，现在不能提，提着你尖联络了，接这个也行，连回去了。所以他不能提，但是他有扑，扑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当然是不能提了，提了给他一打，这是个接不归，所以不能提，不能提，但是可以打这个，这个是这个提的关键，可以打后边打呢。他如果提提这个，你就把他提回来，那他再提接，这样白棋就跑了。通过打二还一呢，白棋长出来一气，这样白棋跑了。所以白棋打黑棋不能提，提了一提，一提一接就跑了，但是也不能接，因为你如果接上之后他一提，这个是不入气的，这步不入气，那不入棋之棋呢就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给白棋一打，这棋就死了，这棋呢也就是正解。我们来看黑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挡不行，挡给他一冲，那渡过了，跳，那他也冲，也是冲，你顶他搬也渡了，你也不能接，接他爬，这个还是挡不住。所以点呢只有挡，点呢只有顶这个，或顶这个，那是他先手一搬就死了。那如果尖这个，那他有挤，走别的不行，你不能爬，爬的话给他一团活了，也不能冲，冲这边给他一团，这个子逃不回去，你看爬它有冲，逃不回去的，你渡过它有扑，这个子逃不回去，所以它尖这个。但是白棋呢，显然这步是要点，挤它不能主渡，主渡的话一冲还原了，它不能接，接你一打它死了，它接这个一打，这样就渡了。所以这时候你有挤，等它接的时候你再往回爬，这样就回去了，它冲你打，扑的接不归没有，扑你提，再打一提，这样是没棋的，这样没有棋，这样是死的。所以紧的气的时候呢，这一点呢是死的，但是如果松一气，那是吃不掉的。松一气，这是这个情况要注意的。如果松一气，那就吃不掉了，因为你这个打不成立了。你打的话，它有接，这气一点一顶。如果松这一气，它就是静活，它是静活的。如果紧着气呢，这气是死的。这是实战中呢需要注意的。好，今天这一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